尖江真诚资料中心于1996年开放，作为真诚先生的研究基地。资料中心除了保存和公开尖江真诚先生的相关资料外，还进行调查研究和收集资料。借由这个资料中心，可以详细了解真诚先生这位人物以及他所遗留下来的记录。展厅内详细介绍了真诚先生的生涯和旅途中足迹的点点滴滴。江户时代后期，真诚先生游历了东北和北海道，用绘图和文字详细记录了该地区的历史文化和人民的生活姿态。借由真诚先生遗留下的记录，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些不为人知的关于秋田的历史和文化。这个展厅除了尖江真诚先生留下的绘图外，还把资料借由绘图的形式介绍给大家。在这个展厅可以借由真诚先生的足迹和他所记载的图纸，追溯他曾经生活的时代背景。影音资料以简单易懂的方式介绍了真诚先生的生平和他与秋田的关系。还有一个学习研究室，可以查询有关真诚先生的更多讯息。它还可作为一个资料中心，提供和传播有关尖江真诚先生研究的最新消息。